上次就有了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原来这边都是树，刚刚看到很多树。那现在这里有这么多的高楼大厦，那我不知道我们信义区到底有多少公园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信义区的公园其实都集中在信义计划区里面。那我们这个福德区这边都是邻里的小公园。那如果照这样的一个示意图，这是政府这个科市长团队对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想象的话，那请问一下，到时候如果有这个灾害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下到这可能连站的地方都没有，哎，是不是？你看这这么高呢，好。在这些说刚刚说有多少多少公园，又多少多少的比以前又多多少，请大家把它这个这么高的都摊平在地上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有地方站吗？啊，那这房子倒下来那是怎么样？啊，我们既然说刚刚有人说什么防灾公园跑到永春坡是吗？永春坡刚刚林局长，你刚说林。这个永春坡要干嘛？好像有湿地公园，是公园。哦，公园，哦，湿地公园。OK， 那湿地公园，湿地公园可以站人吗？没关系，反正大家想一想，这么高啊，把它都放人都放在地上了，那怎么样？啊，请想象一下，好不好？请大家发挥想象力啊。那另外呢，我知道内湖区，我正好。也是在关心慈济的那个案子，那保护区的案子。我有一次去听到内湖区，他们有做整体的整区的规划。那我在想说，哎，我们信义区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区嘛，哦。那我们这边本来都是住宅区，那既然这里要变成这么高的东西，哎，是不是也帮我们整体一下，哦？大家要一起拉平嘛。不能，哎，只要政府拉皮一下，我们不拉皮是吧？哎，帮我们大家一起规划一下啊！我们是不是也一起上来啊？好，整体规划。既然内湖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市政的一个整体规划的概念，他们一区一区整体，我确实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了。不过我知道他们有一个。内湖区的整体规划，我们新义区是不是一起也做？做完了，我们大家来看是怎么样一个，总不能内湖区做，我们这不能落人于后嘛，是不是？要请我们的新义区的议员也去了解一下啊。另外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树保啊，树保我们的老树，现在我们我不知道这个柯师傅知不知道为什么我们。那个国德后来解约，他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有没有就是台上的人有没有知道为什么？啊，没有人回答。大概结果是他们没有在时辰内那个合约的时辰内通过这三个审查会。那为什么没有通过呢？是因为我们这些居民啊，去参与了这个会，我们花了多少时间？大家想一想，我们花了多少时间？每一次我们都站在那里去讲，那为什么我们讲了会有用呢？大家记得为什么会讲会有用？因为它在巡回，因为它三个呢一直在转。为什么转？因为树木到底哪些是老树没有被确定下来，然后国德就已经。按照他们说好的树在那里盖了，记得吧？大家都记得吧？现在的情况一样，谁说树保就是那几棵老树？我们那时候要求的是整体的一个带状的什么呢？而且在线又拖这么多年了，哎，50年了吧？所有的都50年了吧？那为什么就是那几棵呢？大家去看看，大家去到那个地方去看看，你。认为只有那几棵吗？好，请这个上面的长官想一想，为什么你们认为是那几棵？你们是树保委员吗？
还是你们为什么认为，而且当时就已经说了，结果到现在拖了这么多年，树木保护到底是哪几棵还没有确定哦。好，我讲到这里，请一定要思考一下，不要拿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在那做文章啊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请10号的编号10号郑坤德先生。